李琰，她是第一位站上冬奥领奖台的中国女子短道速滑运动员，她是改变中国短道速滑历史的功勋教练，她是中国冰雪事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位传奇女性。人们记住她，因为那些问鼎巅峰的荣耀瞬间，而她却说，真正的热爱，来自于每一天。